九月，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才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？你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几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你喜欢去哪？青海或三亚啦，冰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？沙漠你爱吗？我问太多啦。知道吗？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，白昼很长，夜很短，夜晚有三年。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？回首一年吧，一年能等吗？你还去吗？